新年降雨制度会当维护有心地功能相关障碍者的权益。新年降雨分作降雨宣告加辅助宣告。降雨宣告帮助无判断加意思表示能力的人，辅助宣告帮助判断加意思表示较低的人。降雨宣告有三个职务范围，辅助宣告是预防受辅助人财产的侵害。做任何决定之前，拢爱尊重受降雨也是辅助人的意愿。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社会家庭署提供。